收起你的鬼把戏吧。你打错了算盘，想让我潘行义当你胡家的狗，替你去欺压乡亲们，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。哼，这姓潘的是给脸不要脸，今天非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别急，他姓潘的既然不是抬举，就别怪我心狠手毒。不到年关，我就让他家破人亡。是狗，不是我。狠狠的打了下去，东子哥哥打死了。哎呦，嘿嘿，我还以为打死了呢。瞧你说的。可是还是让他白白吃了一条鱼啊。吓死人了。东子哥哥，你胆子可真大，要是我早就被大狼狗给咬了。哼，我才不怕呢。这有什么的呀，我也砸过那条狼狗，我还打过狼呢。吹牛，你打过狼？我见过。你胡扯。我就见过。你就是胡扯，你瞎吹。我就见过，上次我在那山里头看见那么大一条狼，比黄汉三他们家狼狗还凶呢，还大呢。东子哥哥，你别和他争了，狼哪有胡汉三家的狗凶啊？唐仔就爱瞎吹。我没瞎吹，我就见过。那你说说，狼长什么样？狼长什么样？长得跟胡汉三他们家狗似的，然后那眼睛绿绿的，那耳朵尖尖的，红舌头一吐出来有这么长呢。你准是听你爸爸说的，我爸爸也告诉我狼长什么样，你就是没见过。我就见过。你，哎呀，你们俩别吵了。哼，东子，你下次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柳河抓鱼去？下河摸鱼有什么好玩的？有本事跟我去后山套野兔。东子，你敢跟我比比，看谁先套到野兔？比就比，准比套得快。去儿子，快看你爷爷。宋爷爷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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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慢点，东子，哎呀，爷爷，走走，咱们到桥头看看爷爷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的啊。走，慢一点啊。爷爷。啊，哎，什么呀？哎，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好，你看看啊，看看爷爷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，看看。哎，不抢不抢，每人都有一个。哎，我的。好，哎，过年的时候咱们一块儿放啊，大伙放热热闹闹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呀，这遥关小学还没到放寒假的时候，你这怎么就回来了？年岁不饶人呐，整天在学校里挑水烧锅打经的，干不动了。这次回来啊，就不回去了。您不干了？不干了。是校长不让您干了？哎，牙子妈现在怎么样？净受胡汉三小老辈的气，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也是听罗麻子说的。每次问到他呀，就是哭，什么也不说。哎，快两年了，过完今年，跟胡汉三家的账也就清了。来，秀姑，来来来，给我拿个盆来，给我拿回来骨头了。哎。哎，哎呀，今天这头猪大呀，累死我了，半天才弄到。哎呀，哎，你说我这罗麻子是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是会杀猪，剔骨头剁肉这手艺，咱柳溪没一个能赶上。你说我爹还挺有眼力啊，从小啊就把我送到镇上，跟那个张屠夫学了这么点鸡零狗碎儿，哎，就这点手艺，让胡老爷给看上了。你看看，哎，你想想，给谁家杀猪啊？啊，
那是给胡老爷家杀猪，多没的差事啊！不光能抵减田租，还隔三差五的什么猪骨头啊、下水弄回来吃。你说要是没这点油水，咱们家胖仔能比别人家还长得胖啊？你知道乡亲们都怎么说你？他们还能放出什么好屁呀、啊？不就是说我见着胡老爷点头哈腰、低三下四吗？那是看咱们每天吃肉、眼馋。你呀，就没有点男人的骨气。你说啥？骨气？骨气能有这骨头好吃啊？啊？吃了骨头，你也是个贱骨头。你少说没用啊！胖仔呢？啊？哑巴呀？跟东子他们上山了。谁让去的？谁让去的？啊？还两天不关门，你等着回来。你瞎嚷嚷什么呀你？上山掏兔子去了，说是给你下酒。给我这，成天给你当个屁虫，没骨气东西。我说，你们两个可真笨。从早上到现在，一只野兔也没套着，还说跟我比。这回怎么样？这两个送给你吧。我不要，这是你套的野兔，回家给你奶奶吃吧。不要拉倒。哎，胖子啊，你看，你看我这方法怎么样？然后呢，你要指我姐姐的地方，然后你走。这个恶狗可馋了，快跑！该死的恶狗！